这边是郝文婷的楼上，算不算天使我也不知道，应该不是啊，这不是城市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一坨一坨的，这春天的时候是杜鹃花。然后远方有个湖，现在的天空状况不是很好，雾蒙蒙的。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叫千坡湖、千坡公园，然后他们会有一些银杏啊、枫红。可是千坡公园很大，走一圈的话，一个小时可能走不完啊。然后这边也有红叶。我们到那边来拍一下千。